Hello，欢迎大家嚟到 Parasite Pay Studio Visit 嘅环节，我系 Kobe 啦，Parasite 嘅 Assistant Curator 啦。我哋今日有另一位 Co-host Ellie，介绍下自己。Hello，我系 Ellie，我都系一位 Assistant Curator。咁 我哋今日咧就揾咗 Mindy 女啦，咁咧你就可以介绍下自己啦，同埋你嘅作品啦。大家好，我叫 Mindy 啦。咁我就係上年喺浸大 AVA 度畢業嘅，咁我主要就係畫 drawing 同 painting 嘅，咁依家我哋喺嘅我後面呢一 set 咧就係呢個 series 咧就係我近排比較最新嘅一個系列啦，咁我哋依家就係喺依家佢剪緊嘅展覽地方，咁就係 Wuri Area， 咁佢就喺九龍灣嘅，咁我展期就去到11月14日，咁大家可以隨時過嚟睇。一嚟就直入式講，OK。咁不如由你嘅畢業作品開始介紹啦。好啊，好啊。咁我share screen 一下先，好啊。咁咧，我自己咧，我一直以嚟研究嘅全部，即系我由2019年開始，我所有作品基本上都係 base on object 呢樣嘢。咁我淨係會做object 相關嘅作品啦。咁我喺Onpro 嗰度咧，我就就係用米呢樣 object 就做咗個主題嘅。之後咧我首先咧我就研究米呢樣嘢咧，我就係由一開始去研究我自己個飯碗，一碗飯裏面到底有幾多粒米。之後咧，我就由呢個做出發點，之後咧，我就拍咗段 video 嘅。咁咧就我就拍咗段 video， 就係我數米嘅一段片啦。咁我就睇下可唔可以 share video 嗰、那個先，等等下。之後咧，我就拍了一段3個多鐘的片嘅，咁咧就係成個過程咧就係我自己喺度數翻我嗰碗飯裏邊有幾多粒米，咁我得出個數咧就係有3202粒米，咁我就 base on 呢個數字就開始咗我呢一份作品啦，呢個系列嘅作品。對，之後可以跳少少。之後咧，我就不斷數啦。我就首先有個grid system 就喺張紙嗰度，之後我就不斷跟翻個 grid system， 我就擺翻相應嘅米落去。對，到最臨尾咧就填滿咗呢張紙。咁咧，我得出咗3202嘅呢一個數字之後咧，我得出咗3202呢個數字之後咧，我就開始好 random 咧咁樣揀咗一粒米，即係我好 random 咁喺我個米缸嗰度揀嘅，唔係揀嘅，即係 pick 一粒米出嚟。咁咧我就開始好重複性地喺牛油紙上面畫同一粒米，就畫咗3202次，就用一粒米，即係我係將個就望住嗰粒米3202次啦，之後就喺張紙上面就畫咗同樣數量嘅次數，咁咧就最嬲尾編喺個 box 上面就變咗一個drawing installation， 咁我就類似係用一粒米去扮演，因為個數量性而將一粒米去扮演一碗飯的一個角色，即係類似係將佢哋之間的 value 去由數量性呢樣嘢開始去將佢哋交換咗，係啊，咁我就呢個 series 咁樣就係一個頓號啦，對，一個頓號咁就係開始咗我對米嘅研究啦，咁咧呢度，對。咁我就淨係畫嗰一粒米，對。之後咧，咁我開始咗米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就因為咧，我用嗰一粒米，我畫完之後咧，我覺得咁我其實呢個 project 係一個好長時間性嘅 project， 咁其實
我又唔會話我同粒米之間會建立咗啲咩感情嗰啲，我又唔會有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即係我都既然用咗呢粒米咁耐，咁點解即係我對住佢咁耐？咁如果我之後做相關嘅 work， 咁唔通我就即係可能以後都用米做 work， 咁我就抌咗佢，咁我就唔想做呢啲嘢，之後我就諗啦，咁不如我以後做任何同米相關嘅 work， 我都淨係用翻同一粒米嚟做，即係可能等到呢粒米可能有朝一日唔見咗，或者時間性嘅問題，可能磨蝕咗、爛咗，咁可能到時先再算。但我就諗住喺佢唔見或者冇咗之前，就繼續用呢粒米去做 work。咁咧，我就呢、這個就開始咗我繼續畫米嘅過程啦。對，咁咧我就keep 住咧，呢個係又係用牛油紙啦。咁我今次咧呢個就喺牛油紙上面咧就就又是有一個 grid system 的，我又是幫啲米去用佢最長的長度去創造了一個 grid system 出嚟。之後咧，我就在一張牛油紙上面就不斷咁樣去掃同一粒米。咁呢度係幾張嚟嘅，因為我是一個 series， 一個類似 ongoing 嘅 series 咁樣，即係唔同 size 咁樣，唔同係對唔同 size 咁，非常同一粒米進行描繪啦。咁咧佢最撈尾咧係會即係。它會變成是有個粒米的，因為我是將它張紙放在個米上面，所以就會變成有它那個米的痕在上面壓出來的那個痕。那我就是很重複性地只是研究和去只是描畫一粒米這件事。之後那我畢業之前和之後，我其實都是繼續研究 object 呢樣嘢啦。咁我除咗研究米之外咧，我都有研究身邊好多唔同嘅物件嘅。例如我有一個 series 就係painting 嚟嘅，咁咧就係叫 non-functional series 啊，就係不功能系列。咁咧喺呢個系列裏邊，我就一啲即係。揀咗一啲我平時生活中，即係我屋企裏邊有嘅一啲家電，即係對家居電器啦。咁咧，我就將佢以1:1嘅尺寸咧，就畫咗喺我嘅 canvas 上面。咁我最嬲尾咧，就用翻嗰一個吸塵機去吸翻佢嘅。整個 canvas 的表面，咁呢層係 oil 嚟嘅，咁我就趁 oil 喺未乾嘅時候咧，我就用個吸塵機就即係不斷吸不斷吸，所以咧佢就會 create 咗呢啲吸塵機嗰、那個嗰個，即係我其實呢啲圓圈嘅 marks 咧，就係來自於佢嘅呢個頭，所以佢哋嘅尺寸係一樣，所以我就。就是用它來不斷吸，那我就有一段片 record 了的。對對對，不是這個，就是這一段片。對，那呢，那時候衣服和對對對，咁我就用翻嗰個吸塵機咧，就喺嗱呢度我就畫咗一個類似，即、就、係、是、我覺得算比較寫實嘅一個 object 咧，嗰個 object 嘅一個好寫實嘅一個狀態啦。之後我就就最撚尾用翻嗰部吸塵機去吸翻。咁其實我喺我幅作品裏邊咧，我係我嗰、那個撳多次，因為頭先。就是這樣吸翻，這個是cut了出來的。那呢，我就搞回去那個。那呢，就其實我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在畫這個系列，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
成日都會話你喺度畫一樣 object， 畫一樣嘢嘅時候，其實你畫嘅時候就係將佢由現實中去抽離咗，即係你畫緊嘅 object， 但係佢喺你畫裏邊嘅存在同埋喺現實中嘅存在，其實已經係兩種存在，佢哋已經係disconnect 咗嘅，但我就喺度諗，咁我畫咗呢樣 object 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將佢可以兩者之間可能有翻一個 connection 喺度咧？之後我就喺度諗，咁其實我哋本身家電呢樣嘢發明出嚟就係 suppose 就係為咗我哋要有佢嘅功能性，我哋就因為佢功能性，所以我哋先會發明咗佢。咁其實呢樣嘢就某程度上定義咗佢本身嘅存在嘅一個 value 喺度。之後咧，所以我就覺得，咁倒不如我點樣可以將佢嘅功能性直接 apply 翻落佢幅畫嗰度？咁我就直接就好似某程度上，其實即係我用咗好多時間去畫咗個好寫實嘅狀態。咁到最後尾，我就去類似係破壞翻佢本身嘅 image。即係你見到其實好多油係吸甩曬、刮甩曬嘅，但我反而覺得咁樣會係更加貼近翻佢本身嘅 object 本身，係啊，同埋我好中意嗰個張力咯，即係家電嘅張力點樣可以喺嗰個 kinetic energy 點樣可以喺翻畫上面表現翻，我覺得係有趣嘅一樣嘢。之後咧我就繼續做啦，咁我就之後咧下一張做嘅就係。第一張是2019年做的，之後這一張是2020年做的，那我就是畫了一個家用的花灑，家用的花灑，那呢我就最後就是又是跟之前一樣，我就是畫完之後就再找回那個花灑沖回水，不斷地沖，那其實由於即係 chemistry 嚟講，水同油係唔會產生係撈唔埋，唔會產生太大嘅影響啊嘛。所以其實你見到呢 set 畫咧，佢嘅唔係呢 set 畫，即係花灑呢張畫咧，佢嘅即係佢本身家電嗰個功能性喺上面望到嘅係。mark 整嘅 mark 係比較 subtle， 你就係見到佢有嗰啲水痕出咗嚟，即係有嗰啲由衝力產生嘅水痕，而唔係本身水俾到佢嗰樣嘢咯。所以我就一直有研究呢樣嘢。咁我咧就一直拖住冇畫啦。咁其實我呢個 series 我而家已經開始咁畫咧，就係畫一個燙斗啦，同埋我嚟緊都會想用其他家電嘅。咁燙斗嗰個就都是直接會燙翻佢，我都想看看會點樣，無論點樣窿啊，或者點樣變啊，張 canvas 咁就係咯。咁呢個就係嗰、那個non-functional series。咁之後我都有繼續研究 object 呢樣嘢嘅，我啲畫其實都係 keep 住都係。depict 緊一啲我喺日常生活上見到嘅一種佢嘅狀態性呢樣嘢，我都會喺我啲畫嗰度就呈現翻出嚟嘅。咁我啲畫就我覺得係咯，即係都係同現實都係相關嘅。呢個就係另外一幅 oil paints， 咁我就係畫咗啲柱。即係呢個係我喺其實我一開始係對突然之間想畫欄杆呢樣嘢，我之後我就走去 Google search 咗欄杆，之後咧我就其實基本上欄杆佢就 show 好多全部都係淘寶買欄杆嘅一啲相，之後佢哋全部相咧都係好似呢一個即係呢一種狀態，就係半開嘅狀態，係一種。我覺得是一種很超現實的一種狀態，之後我就其實佢即係就咁睇，大家都好即係睇到佢好似棋仔之後咧，我就將佢哋成支全部欄杆咧，就透過重複性去即係延伸咗佢嘅排序，咁就變成咗一條半開嘅紅線，就喺我呢幅畫嗰度。咁就係我都有繼續研究。咁呢個係叫呢個係
一幅畫，即係呢幅畫叫做迷鳥啦 ，Vagrants 啦。咁佢其實係 Vagrants 呢樣嘢咧，就係佢著鳥喺遷徙嘅途中咧，佢因為外界嘅因素，即係例如環境啊、氣候因素啊等等，佢就好容易咧就會唔係好容易，即係佢哋會有幾隻會落單，就係、是、會單叮咗出嚟，之後就吹咗去，或者係去咗一個本身唔係佢自己想去嘅一個 destination。之後咧，佢最後尾我就走去研究咧，香港到底，我就嗰陣時拎住本著鳥圖鑑，就是、去研究香港裏邊到底有幾多種呢種迷鳥喺度咧。之後我就嗰陣時就 check 咗大約有49種差唔多嘅迷鳥啦。咁之後咧，我就將佢哋喺即係我透過嗰本圖鑑上面就走去望佢哋嘅羽毛，我就將嗰啲羽毛就畫翻喺我嘅蜻蜓上面，就呈現咗一種即係好似條條羽毛都係向住同一個方向咁樣落去嘅一個動態喺度。對，之後咧我最撈尾就畫曬啲羽毛之後咧，我就有用一把梳去梳翻所有嘅羽毛咯，即係逐格逐格咁樣用同一把梳咁梳翻。對，咁之後就做咗呢一張嘅蜻蜓。之後咧就講下最新呢個 series 啦，咁就係龍套珠嘅系列嚟嘅。咁咧，咁佢就咁佢增值就喺我後面啦。咁咧，其實有好多人都有問我話，點解其實我畫開 object， 即係佢哋都知我研究開 object， 點解突然間就去畫魚呢啲咁嘅嘢生物啦？之後其實我都是 based on object 呢樣嘢去做的，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咧，我就覺得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我研究龍套珠嗰時候，即係我龍套珠咧，佢就係一種喺亞洲，特別係華人地區咧，被物化得好嚴重嘅一種魚類嚟嘅，即係咧佢即係我哋其實個個都知道龍套珠就是吹吉避凶啊、招財進寶啊，咁有呢啲所謂嘅功能性啦。而呢啲嘢其實係我覺得係源自於我哋大家形成嘅一種意識形態，即係其實呢種功能性係從來都冇存在過嘅，佢只不過係我哋可能因為我哋嘅歷史背景、我哋嘅文化，之後我哋喺以前貿易上面等等嘅所有嘢，咁加加埋埋，再加上佢個樣咧，之後就慢慢就有呢種所謂嘅龍文化啦，所謂嘅功能性存在。但係呢種功能性從來都唔係一種 concrete 嘅存在，佢只不過係一個我哋共有，我哋可能特別係亞洲人共有嘅一種意識喺度。所以我都係based on 我呢一 set 畫同埋作，即係呢成個 series 咧，都係 based on 我哋所諗嘅呢個物品嘅功能性呢樣嘢去出發。咁咧之後同埋我覺得龍套珠咧，佢仲有一樣嘢有趣嘅咧，係佢即係佢其實你話其他魚類，例如錦鯉啊，例如錦鯉，例如金錢龜啊嗰啲，其實佢哋都有住同樣嘅所謂嘅作用啦。但係其實你見人咧係唔會，其他即係大部分人其實都唔會對嗰啲物種，即係例如我哋會幫錦鯉去起一個祠堂，我哋會尊重錦鯉啊，或者尊重其他嗰種金錢龜或者等等其他不同的所謂有功能性的生物。但是反而龍套珠呢，因為它本身是一樣只可以自己一條魚生存在月光的一種生物，還有它極強攻擊性和超級難養，因為它要吃生勾勾的魚啊蝦那些，所以基本上是它不受歡迎，它是一種不受歡迎，那些人養它呢都是搞生意咯，特別是走私的人，特別是走私的人和
做生意的人，因為龍虎珠另外一個作用就是他如果即係如果走私嗰個人，例如佢喺過關嘅時候、過海關嘅時候出啲咩事咧，永遠咧啲人都話係龍虎珠死先，之後就個個人先死咯。總之就係、是，所以龍虎珠自殺機會率好高，好似係跳江嗰啲。呢、這個我就覺得好有趣嘅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呢條魚點解可以俾人 objectify 到咁？我覺得係嚇就有趣。呢樣嘢，之後我就結合咗中靈同蜻蜓啦。咁我覺得同埋我覺得嗰陣時喺度諗就係、是、咁其實中靈同蜻蜓大家都知up market 對佢哋嘅 demand 有幾高噶啦，所以咧我就將佢個風水性咧，中靈同蜻蜓喺風水上面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研究啦，即係其實好多人咧。如果將畫放在屋企咧，佢哋基本上一定會 consider 其實佢嘅畫嘅觀賞性同埋風水性，仲有佢嘅 interior design 點樣同幅畫去match 埋一齊咯 ，match 埋一齊對。所以咧我就畫咗五行嘅魚，之後將兩樣嘢嘅所謂功能性，所謂畫嘅功能性同埋魚嘅功能性結合，咁之後就做咗呢一 set series。咁呢只魚我就係用木顏色畫，之後再喺上面加 acrylic 去做呢個鮮鮮地嘅效果。咁我就佢哋五隻顏色其實都係對應翻佢哋五行嘅顏色嚟嘅。佢哋其實現實中條魚唔係真係咁樣，即係係抽，即係係抽離咗某啲位，之後就畫咗五條魚。咁無論啲人五行缺乜嘢，咁佢哋都可以。在度揾到屬於啱自己嗰行，之後就可以買到個畫。之後咧，我呢、這個呢 set series 嘅就另外有一條video 去即係類似一個 documentary 形式嘅 video 啦，就喺隔離嘅，就係呢一條啦。咁咧，其實因為呢條 video 要從我哋講少少先，即係呢條 video 咧就係講。我作為一個擁有龍兔珠的人，去幫龍兔珠去，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睇你大嘅，即係你屋企喺一個 macro 嘅一個風水宅，咁如果其實魚缸裏邊細嘅，即係魚缸裏邊只係一個 micro 風水宅，咁我就嘗試就將風水呢樣嘢擺埋入去個魚缸陣裏邊。之後咧，我就走去金魚街嗰度咧，我就走去揾嗰啲鋪頭，去逐間逐間問佢哋，我哋到底點樣，即係點樣可以擺嘢落去個魚缸度，一嚟陪條紅龍啦，即係等觀賞性好高啲，陪條龍去先；二嚟咧就想推風水，咁咧就有呢條。我想揾啲裝飾嘢擺喺裏邊咧，即係裝飾下個時光宅。咁有所謂，你中意擺乜就擺咯。中意擺乜咪？你有冇啲咩推薦？我哋冇賣嗰啲。冇賣裝飾嗰啲，我估估我係。我想擺啲裝飾喺下面咧，呢啲啱唔啱？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都成。系啊，因为想装饰性强啲，理下风水啊。哦。好啊，好啊。阿爸，我想问咧，你哋会唔会有啲系鱼缸嘅装饰啊？即系咧，我养咗条龙兔猪啦，之后要摆啲嘢装饰下个鱼缸，即系佢担心我。即系唔会摆装饰嘅。嗯，我唔会摆装饰嘅。咁如果我哋想擺少少靚啲、平平地嘅，因為我哋中意擺少少。你有跟你大啊！我哋唔係買龍，我哋係批，我都有批發過龍，但係龍咧就唔會擺任何嘢，因為佢會撞啊！佢會俾嘢食，佢咪撞咯。哦。咁佢追我唔知你俾咩食啦，俾啲蝦咁，俾啲窿咁咪撞到嘢到，咁你咪花咯條。哦。冇人擺。你要擺咁啊都得嘅，冇辦法㗎，咁啊擺啲
樹啊，種咗水草嗰啲咧，細細棵嗰啲，咁佢又唔係有窿有得匿啊，咁嗰啲擺喺度，到咁上下你佢黴嘅，因為你揾到高嘅養龍，嗰啲草就黴噶啦。咁佢哋有冇換咗佢咯？啊，嗰啲十零廿蚊一嚿咁樣。你想问咩赔啊？冇嘢赔咗佢咯。因为我哋龙鱼都系最好清方嘅。哦，佢哋开发。系啊，会拍甩啲龙鱼毛嘅。同埋你条龙鱼都咁大条，可能有啲咩？有啲杂鱼仔，一下佢就咬食晒。咁有冇啲咩装饰摆落去啊？冇啊，你譬如整，你整个木嗰啲咪拍花晒佢。龍吐珠 suppose 係一樣清乾樣嘅嘢，即係你魚缸要夠乾淨，同埋魚缸裏邊唔好有其他嘅物品、物件或者裝飾性嘅嘢，呢啲全部其實都唔應該有。但係咧，我就發現咧，香港人即係我走去行啦，之後發現咧好多鋪頭咧，例如餐廳嗰啲咧，佢哋有陣時車房嗰啲都會養條龍吐珠喺裏邊嘅。但佢哋喺裏邊放咩咧？會放例如嗰間泰國餐廳，佢哋會放佛像啦。之後咧有其他會放海草仔啊，會放珊瑚啊，同埋會放硬幣，即係佢哋會可能祈福啦，應該係即係可能我覺得。即係佢哋都想將條魚本身嘅作用發揮到最大啦，結合曬埋佢嘅環境，所以咧我就喺度將嗰啲魚缸嘅裝飾，將嗰陣時我錄條片嘅時候順便買埋嘅嗰啲裝飾，即係佢哋推薦咩我就買咩。之後咧我就將嗰啲珊瑚仔啊，將佢哋揀嗰啲沙石咧，就同埋就全部再加多個一蚊銀咧。就全部用樹枝去封住咗佢，係啦。咁因為再加埋樹枝，佢本身咧會有好多，即係樹枝，因為珊瑚出好多泡泡咧，佢成個就變咗一個假嘅魚缸身體，就 capture 咗喺樹枝裏邊。對，咁我就將。對，我就將呢份 work 就咁平放咗喺度，俾人睇到成個。底部的狀態，這個就是大致上就是我這一set的作品。開場的時候忘記說，如果大家有如果大家有問題呢，可以即是隨時打字問我們啦。那呢，在大家未問問題之前呢，我是有些事想問的。那我想問，其實因為你說整個龍吐珠的 project 都是你自己真係養咗一條魚嘛？咁我想問佢而家嗰個狀態係點樣咧？其實係你話條魚嘅狀態，即係你成缸，因為其實你個片係記錄咗你話想去裝飾缸啊，跟住然後你又做咗呢個sculpture 出嚟啦。咁所以其實你最後係有冇真係去裝飾到你自己嗰個缸咧？其實。整件事即係我所講成無論條片啦，定係成件事去幫佢去整個所謂嘅魚缸，其實都係虛構出嚟嘅。因為呢條魚咧，其實唔係從來都冇存在過呢樣嘢，即係就好似其實佢條魚所謂嘅功能性呢樣嘢，其實都從來冇存在過。即係我純粹係幫我理想中嘅一條。去揾去尋找佢嘅屋企，去幫佢揾一個屋企，所謂嘅係啊，所謂嘅屋企啦。但係其實從來都係所有嘢都係我自己理想，即係虛構出嚟嘅一個故事。嗯嗯。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
你一路介紹你的作品，其實我見你每一個 painting 的作品其實都會夾一條片，咁之前即係例如吸塵機啊或者米嗰啲，佢比較似係一個度橋嘅形式去記錄你做嘅過程啦。咁但係因為魚呢個今次就係一個虛構嘅故事嚟噶嘛，咁我都喺嗰個片入邊見到，即係有多少少嘅故事性喺入邊啦。咁其實你自己呢兩三年去做作品嘅時候，係點樣睇繪畫同埋即係再加一條片呢一個模式，即係呢兩樣媒介之間嘅關係係有冇特別意思？其實我自己本身即係我之前一直做嘅時候，嗰條片咧都係類似係docu 緊嗰一個即係嗰個 painting drawing 嘅或者 drawing 嘅一個由來啦，或者係佢本身嘅一個過程。即係其實我所有嘢都係以 drawing 同 painting 為主，之後我再用翻一條片去 support 翻件事，之後令兩件事 parallel 翻。但係其實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其實我自己對於無論是 media art 啊，或者是對片呢樣嘢，其實我冇亦都冇特別話大去研究呢一種 medium， 即係冇特別去研究之後再去 base on 或者係即係專注於係試下做 media 呢樣嘢，反而係我所有嘅出發點都係 drawing painting 為主，而呢個係我覺得係因為呢次 video 係有個虛構性的故事性在這裡。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像我這一次作品是轉了，是由一個我本身以前都是有那樣很 concrete 的 object 在這裡，之後我是 based on 它那個很紮實的一個功能性在這裡去研究。而今次其實整件事是，我覺得整件事即係雖然條魚是很紮實的在這裡，但整件事是都是它所謂 object 的意義都是虛構出來的，即是虛構出來的。所以我就類似 parallel 回我這種虛構性的一種mindset， 這種意識在這裡。對，之後我就將條片就，因為每次條片都是跟我的 drawing painting 是要對線這樣走的，所以我就將兩樣東西都對線這樣走回去做那種。咁你未來嘅創作會唔會想繼續試下呢一種，即係有一啲即係半虛構咁樣嘅形式？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今次做係有趣嘅，但係如果下次做，可能因為其實畢竟即係你講object 啊功能性呢樣嘢咧，其實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即係咁多好似龍套書咁樣咁有趣嘅一個一樣有機密的秘密化的有機密這件事可以讓你研究到。那我覺得我可能其實我都會繼續做的，但是我覺得是要突然之間有一樣那個 object 是類似是一個 trigger 到這件事發生，所以我才會去做這件事。我想知道，因為我剛見到有人問你會不會之後可唔可能畫人啦、啊？咁啱諗起好似話你好似有人個 feedback 俾你，就係話，咦？點解你畫嘅 object 係咪偏向於死物或者靜態嘅物件，同埋 focus 翻佢可能一個個體或者佢集體嘅價值啦，即係所謂你頭先講嘅交易價值啊，佢嘅商即係商品咁嘅價值啦。咁我又諗翻起你畫嗰個雀仔嗰個 fragment 嗰個 project 喎，咁好似係咪有即係有39個作者咧係這個是唯一一個 work 咧，我係見到啲羽毛咧係雖然咧係向同一個方向，同埋鋪排嗰度咧都係好即係分散啊，即係唔會話好有米嗰種規律，即係全部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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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即係雀仔呢個 work 啦，你係會點樣思考翻即係物體啦、動物啦或者靜物，其實呢幾個所謂分類 category， 你會即係個價值，你去畫呢個羽毛，其實全部唔一樣喎，同埋你全部都 refer 翻個即係嗰個 specific 嗰只雀仔邊一啲先係會遷徙嚟嘅，即係好即係意外地突然間飄走咁樣嗰啲。咁我想知即係
對呢一個 work 同埋你整體你 explore 物件同埋好多物件嘅時候，即係有冇啲surprise 到你或者一啲出入有啲唔同嘅 result？ 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我例如話你話我 keep 住一直以嚟都淨係做 object 呢樣嘢，但係其實係咪真係話有咁多樣 object？ 即係特別係我哋生活中係咪真係有咁多樣 object 俾我去研究曬所有嘢嘅？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唔係係唔會唔會，即係例如我做 work 做到80歲，我都冇可能即係有咁多咁多嘅 object 俾我研究一世啦。我覺得其實係有一個轉化位喺度嘅，即係我覺得係我一開始研究 object 佢本身嗰樣嘢。之後我再慢慢係 touch 係例如 object 係喺佢本身唔同地方扮演嘅角色啦，例如係所謂龍套珠呢樣嘢，其實例如佢走私呢樣嘢啦，走私呢樣嘢佢背後嘅嗰、那個即係之前有人同我講話，例如佢走私嗰陣時都有佢背後有好重大嘅貿易性啦，有一個。即係貿易性啊、經濟體啊，係唔同嘅體系喺後面。咁我其實覺得我都會，即係我會繼續去除咗即係 object 本身嘅嗰樣嘢之外，我都會繼續去，即係我覺得係要 research on 呢樣嘢，係繼續研究。之後你話雀仔嗰、那個，其實係因為一開始雀仔我畫佢哋嘅羽毛係，因為其實我喺生活中咧，我係唔會。我冇乜點接觸到雀仔，即係除咗你話街邊嗰啲，我都好少接觸噶啦。而家基本上，因為係啊，喺度唔會經過見到雀仔。我嗰陣時畫嗰幅畫咧，我係諗嘅，我係講起雀仔，我諗起嘅情景咧，就係我喺樓下嗰啲公園嗰度嘅，即係公園有好多阿伯喺度喂白鴿。之後咧，永遠咧，即係一有人行過嘅時候咧，永遠就係周地咧，除咗係白鴿屎之外咧，就係白鴿嘅羽毛。之後我就係諗起嗰個羽毛落曬落地，之後羽毛散落曬嘅嗰個狀態，所以我就開始去想去 capture 翻呢個 scene， 之後就擺落去我個畫度，咁就用羽毛去代替翻雀仔本身嘅嗰、那個。遷徙性同埋嗰個離開咗嘅係咁感覺。我真係我覺得得意嘅係咧，其實你所有你去treat 嘅 object， 其實我總括嚟睇，其實係歸納唔到一樣 consistent 嘅 logic 喺度。咁我覺得呢樣嘢可能就係、是。你研究 object 嘅隱喻就係其實點解所謂 object 其實係 subject， 我就係覺得就係 subject 先至即係歸納到落一個大嘅 family 入邊，因為我覺得都係幾 powerful 嘅嘢啦。好似嗰啲米咁咧，其實我多嘴問一句，我見到有人想講嗰、那個米嗰度咧，我 curious 咧，你係畫米嗰陣時啊，同埋你。即係捽喺度 trace 嗰個米嗰陣時咧，即係你好似有3000多粒噶嘛？你頭先講係咯，你3000多粒嘅時候，你由頭到尾，我其實我 interest 你係一次過，即係一次過捽曬佢啊，同埋即係你由頭到尾有咩感覺？你不斷係身體嘅勞動咁樣去 trace 一個咁細，而且可能即係生活嚟講，可能你覺得係一個好好點講咧？即係冇乜特別。可能冇乜人會諗一凡嗰個 object 嘅性質嘅嘢，咁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嘅過程啊？我覺得我 on pro 嗰陣時做嘅嗰個米咧，嗰粒米，我係望佢，即、就、係、是、我畫佢嘅時候係 based on 我自己對佢嘅觀察去畫呢粒嘢，即、就、係、是、其實我係喺我自己 on pro 裏邊嘅角色，我係變咗一個即係我係變咗一個 active 嘅一個嗰啲叫咩？即係主動性嘅一個存在。但係去到後屘咧，我去再繼續去畫呢粒米嘅時候咧，繼續重複性咁樣不斷etching 咁樣畫嘅時候咧，我係
覺得我自己是變成一個被動的角色，即是你說我自己，你說我是不是自己是真的好像個 machine 一樣，我又不覺得自己是真的好像個機器一樣，但是我就反而我只是將我的角色調轉了，我就去給那粒米去在我張紙上面講回它本身的形態出來。我覺得這個是類似是一個轉了的位置，就是我和米之間的角色去轉了、嗯、所以我之後我畫的那個數量呢，我本身是研究我那碗飯的數量就是3202粒，但其實我覺得你即如果普通一點說的話，即例如我碗飯3202粒而已，但是其實這件事研究例如在別人碗飯的時候，例如我現在又無緣無故吃兩碗飯、嗯、那是6000多粒，那其實這件事其實你研究這件事，其實它是可以不斷地擴張，即是它是一個無限性的一個所謂的無限性的一個數量的一個交換的一個價值在那裡、嗯、那其實我覺得繼續這樣做的時候，那我自己轉回做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就不斷在那裡畫，不斷在那裡畫，不斷在那裡畫，嘗試去將這件事擴張，那其實跟著下來我繼續都會繼續畫，畫不同的 size， 畫可能畫很大，畫滿一面牆的牛油紙，那我都會繼續畫、嗯、其實我畫的時候我自己又不會想很多，沒有想很多東西、嗯、但是就是個、你越畫越空白的時候，就是即係呈現到你剛才所講的角色轉換咧，就係即係唔係話你變咗機器，但係可能你即係你代入咗嗰、那個即係米呢個 object 係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我好難會諗得到一個比起米更加即係受到工業化同埋一個農作物嘅即係喺資本之下嘅點樣去日日啲人點樣去 consume 呢樣嘢。所以即 in addition to 即個物質的價值，可能你這樣的 gesture 咧，所trace 啊 draw 啲全部都可能加了個即勞動價值喺度，我都覺得幾即係好微妙的嘢，但係係我哋即係可以話齋，你有啲 daily ritual 嗰日都、嗯、你係都食可能一碗飯兩碗飯。不知道印度米啊、珍珠米咁樣，可能你下次可能可以係金像嘅，明白？喂，有人問嘢喎，你覺得 painting 或者 drawing 嘅特質對你嘅創作係咪必要，定係你嘅創作本身係由 drawing 同埋 painting 出發？嗯，好。我覺得 painting、drawing 嘅特質，我覺得當我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嘅特質就已經係。在入邊係必要的一個項目，即係我例如我其實所有的系列咧，我其實 drawing 同 painting 佢本身的嗰種點講咧，佢本身嘅嗰種無論painting 嘅佢本身的一些有特有的特質啦，或者是它的顏料特有的特質啦，或者是一些它本身 painting 在、現在這個社會上、扮演的是一個怎樣的定位啊，這些呢我覺得其實無論怎樣呢都是一定會影響著我的作品的。那我的作品會不會說由 drawing 和 painting 出發呢？我就暫時呢我覺得我就未想會有，即係未諗去由 study 呢樣 medium， 之後再去由 medium 去諗嗰樣嘢。我多數係有一個題材，之後我就再去諗下點樣喺我嘅 painting 同 drawing 上面去再去發，即係發酵，係去發酵。嗯、但係對，但係佢本身嘅特質其實本身喺我嘅作品裏邊已經係有一個好重要性嘅存在，所以。所以就冇話特別係由咩開始。嗯，我呢個又好似你嗰個吸塵機啊、花灑嗰個，好特別答到呢題問題，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個 representation 呢個 issue， 即係你話一個真係to scale， 即係真實咁樣樣嘅一啲電器、家居電器咁樣，但係你搞到佢係直情係即係冇用，甚至你將。之後你喺吸嗰個你畫出嚟嗰個 representation， 即係完全係即係你將佢即係由 representation 嘅領域係去翻去我哋實在嗰種，即係揸住吸塵機啡啡啡咁樣就即係好似你喺度畫係咯，好似 Coco 頭先講你係
媒介上就係、是、painting 同 drawing， 你就係、是、即係可能唔單止對你好重要，係可能係一個對你嚟講係一個 problem， 即係你係即係都 push 緊佢嘅嗰種limit 咯，咁對係咯。同埋我都諗緊就係、是，因為佢咁啱呢個問題係問即係 painting 同 drawing 嗰個特質啊嘛。咁、但係我就諗緊啊，其實係乜嘢嘅特質咧？因為好似頭先例如。講緊米嗰樣嘢啦，即係嗰種好重複性、好細緻、好 daily ritual 嘅嗰個特質啊，定係其實因為我頭先睇完嗰個問題，我就諗起你頭先講六套珠，你今次呢一個新畫特登將呢一啲顏色同埋呢個魚用一個五行嘅方式去呈現，其實係因為你 observe 到畫喺買賣上面嘅嗰個特質啊，就係特別容易去買，特別 decorative 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諗都有即係。講一個 medium 嘅特質其實都好大噶咯，所係啊，即係你自己咁專注喺呢一個媒介上邊，其實即係你畫咗咁多年，你有冇一啲特別想講？即係你繪畫呢樣嘢對你嚟講係咩？呢個問題一開始其實我覺得我開始畫畫，其實大部分人開始畫畫都係因為覺得自己。手好啊，即係我覺得自己開始有呢、這個，我其實我啲畫其實多數咧，絕大多數基本全部咧都係好同現實嗰樣嘢，即係好 depictive 嘅一樣嘢。你唔會見到我擺太多嘅感情或者太多同現實中唔同的一啲轉化喺裏邊。對，咁我一開始就係based on 呢樣嘢出發啦。咁之後我自己就繼續做嘅時候，我其實我冇諗咁多，即係我一直做呢個 medium 嘅時候，我就冇諗一開始就冇諗話點解我係要做呢個 medium。我覺得係一開始就開始咗之後，咁其實我繼續做呢個 medium， 我當然會即係你見到有 video 嗰啲，我覺得我都可以輕即係會掂下其他嘢，去睇下點樣去。我不知道，其實我覺得是一開始揀了呢 就一直即好像揀了那粒米一樣，我就開始做那粒米，我覺得揀了 drawing 和 painting 我就很專一，是啊，專一的人，咦，什麼播放音樂？唔關事。哦，係 ，anyway 啦，我咪温馨提示先，大家都而家差唔多九個字咧。如果我呼籲大家有咩想問咧，盡快啦，打落嚟啦，就睇下我哋夠唔夠時間答到曬啦。講翻你頭先講入 Lindy， 你話嗰、那個魚嗰度咧，即係你睇你會睇咗，即係直情係一幅畫個 context， 即係個經濟政治嗰個氛圍個 context 係以前係。不是以前的，現在都是，即是 as a commodity， 會是發生一些怎樣的，即是交換啊，還有有些什麼的價值在那裡啊。我令我想起，即是其實好像，即是英籍那時候，19、20世紀，即是初期那些呢，就是那些廣州啊、香港的初期的 artist 呢，就 artist 那時候是不斷重複複製一些船，即是英國那些商人的船呢，他來到香港同埋即係嚟到，直情係嚟到係賣嘢進行呢、這個交易嘅時候咧，就係嗰啲喺海邊嘅時候，就係有啲香港早期嘅 artist 就會去係咁畫呢啲船，係咁100張、1000張，係咁畫，係咁畫。跟住就係、是，我覺得好得意嘅係，即係你嘅 work 令 remind 到我，其實即係 painting 呢樣嘢，即係唔係就咁係一個 method 嚟嘅嘛，即係唔係個個畫，即係就係、是、即係。即係唔係 means to an end 啦，即係唔係淨係一個 practice， 我都覺得係其實有一個歷史上有一個包袱喺度。即係你講 object 嗰種 value， 其實可能真係即係你 situate 翻落個香港或者即係係咯經濟呢、這個交換呢、這個呢樣嘢，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topic。唔係，我唔咁多爹，我睇下冇人。係啊，我上個唔上個月係咩？八月嗰陣時，我都仲見到有新聞係啲人會走私呢啲魚咧，同埋珊瑚咧，都仲走私去內地。其實呢啲我覺得呢啲嘢咧，即係呢啲我唔知啊，即係鑊鑊新鮮鑊鑊金咯，即係其實 keep 住不斷咁，佢嘅流動性好強，我覺得先係事係啊。我覺得係一直會發生。係
係啊，無論以前定將來。嗯嗯，對對對對對。怎麼樣？冇人有問題嚟講，不如就分享到最後一個啦，就係、是、你未來有冇一啲 project 係即係而家預備緊，即將要嚟噶。其實。有咁嘅，其實咧，即系咧，我之前咧就撞到個，即系其實我想，我依家係點講咧？即系我都想一直其實全日，即系成日就係畫畫翻工，因為我成日都好想。因為咧，我之前撞到個 gallery 嘅老闆啦，之後咧佢就同我傾，佢就話其實我有一個。我即係其實我都想賣畫嘅，即係我都想即係賣下畫，即係揾幾餐飯食，而唔係就係畫飯啦。之後咧，之後咧，我就同 Gary 老闆傾啊。咁其實咧，我嗰個不功能系列一個 Non-Functional Series 其實我係2019年就開播嘅。之後咧，我係第一張2019年畫，第二張2020年畫咧，其實我係一直喺度。拖住，即係我咧係畫畫下嗰樣嘢咧，我突然之間見到有其他 topic 咧有趣嘅，即係或者其他展覽咧個 curatorial statement 咧係我冇以前嘅 work 啱到落去嘅，之後咧我就會突然之間咻咁樣就轉咗去做其他 work， 之後咧我就覺得，之後咧佢就話因為我所有 series 咧都係岩岩慘慘咧，一直儲唔到咧，之後咧佢就話我係冇可能。又唔係冇可能賣到 work 嘅，但係就係好難去賣 work。之後咧，我真係好難有一個 consistency 喺度，即係完成咗成個 series 咁。之後我咧就喺度諗緊，我不如做完呢一 set 之後咧，我就可能回歸初心一下。之後咧，我就走去畫下畫埋我嗰、那個即係完成咗個不功能系列。嗯啊、但我都係依家就咁講嘅啫。之後我可能都係。會突然間轉去第二度，係啊，有機會轉去第二度嚇。但我依家就係想翻去之前家電嗰個系列，之後就完成埋我嗰三件家電，即係做咗 total 五個啦，暫時諗到，但係完成嗰三個之後，我就再諗下。嗯，咁米嗰個咧係keep 住做嘅，因為米嗰個咧係我冇我個人即係呢個 concept 上面。即是剛確立諗不到任何嘢的時候我就會即係畫米，嗯，所以畫米嗰個就會繼續做嘅，之後有嘢諗嘅時候就做，嗯，對，好啦，就好啦，今日都差唔多，係咯，好豐富，係啊，感謝你，打攪曬嗰啲傻啦，最後五分鐘俾你宣傳下呢個節目，係我再講一次。大家好，我哋依家咧喺 Woolly Area 咧，就喺九龍灣嘅德福對面嘅寶龍中心裏面嘅7樓707屋室，係啊，好好曬。707室咧，我哋咧就依家有長期嘅展覽，係啊，咁咧我嚟帶大家 tour 一下，嚟 tour 一下，係咯，係。咁咧，我哋嘅參展嘅藝術家就有阿何，直接識講過，直接識講過。係啊，之後咧，我哋嘅參展藝術家咧就有鐘家俊、鄧伯軒同埋我，咁就三個。咁咧就對，就係呢度啦。咁咧呢度咧就我嘅作品啦。之後咧，我啱啱咧就講嘅嗰個。那個 sculpture 咧就係喺呢一度，之後咧，之後咧，呢度咧就係呢個就係阿 Sean 嘅作品啦。之後咧，後面少少咧就有阿鐘家俊嘅作品啦，阿 Ken 嘅作品。係啊，我就唔行過去啦，係啦，我就唔行入去啦。大家記得多啲嚟啊！是開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是的，平日都可以book 的，找Woolly Area 的 IG PMPM 好啦，好啦，咁啊，多謝收睇啦，多謝曬 Mindy， 好，感謝。宣傳埋下一次是28號我哋嘅 Pay Studio Visit 啦，係同 Mickey Lam 嘅，係啦，嗯，好，拜拜。